我是爸爸在外面生的小孩，亲生妈妈不要我，爸爸把我带回家丢给大妈，我多了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。后来爸爸又和别的女人生了弟弟，那女人也离开他，于是我家四个小孩有三个不同的妈。我不懂大人干嘛把家弄得那么复杂。国小的时候，我把家里的情况写在作文上，同学看到后开始叫我没人要的孩子，还会拿粉笔丢我，我不敢反击，总是低头躲开。那六年真有够长，我真的好想知道正常家庭的感觉是什么。因为从小就没自信，开始谈恋爱后，我总是拼命付出，半夜送宵夜，节日送礼物，还亲手做卡片，以为这样女生才不会讨厌我。结果不止被劈腿，还被兵变。失恋时，我总想起那句话：“你是没人要的孩子，你是没人要的孩子。”最近一次失恋，我躲在家里喝闷酒，醒来后再偷偷把酒瓶拿出去丢，连在家都要蹑手蹑脚。仔细想想，我真的不如我的家人。他们虽然很复杂，却很勇敢做自己啊。像爸爸虽然到处留情，但至少没让我们饿肚子。大妈虽然爱碎碎念，但她要鼓起多大的勇气才能接纳我啊？记得大妈前阵子还跟我说，我亲生妈妈是好人，因为不想破坏别人的家庭，才把我留给爸爸自己离开。没想到这个我从小就想逃离的复杂家庭，长大后竟然给了我勇气。我现在觉得复杂也有可取之处，只是要花点时间才能领悟。至于那个自怜没人要的我，就留在过去吧，别再跟着我往前走了。